妈呀！哎呀，妈呀！洋洋打我呀！你个傻妞！你别打我了，洋洋打我呀！吓死我了！又跟着外又洗，你又跟哪去？不打人瞒着去！你那又去那瞒着去？哎呦！我好长时间都没去，我还不赶紧再去一次啊？那你去我咋吃饭？咋吃饭？咋吃饭啊？一天天的。那去。哎呀，给。去买一碗饭吃吃，你就给我十块钱，你叫我吃啥嘛啊？十块钱够买一碗饭，你还想干啥呀啊？走啊！喝瓶啤酒，一瓶凉菜都不够啊你！你吃的还怪引火的，你还吃凉菜你是？给，我也去，我好长时间也没见丈母娘，我跟你一起去，中不中？你还去弄啥呀？我也去。哎呀，我可跟你说呀啊，你跟着我去也中，你该说啥不该说啥？你给我记清楚啊！哦，知道。管好你的嘴呀！好，走到哪都得跟住。我也想丈母娘了呀！哎呀，下车。嗯。带紧。妈。妈呀！哎呀，妈呀！洋洋打我呀！你干啥呀你？你别打我了，洋洋打我呀！以后还欺负我不欺负我？我不欺负你，起来！不行，以后还揍我不揍呀？我不揍你呀！那以后给我两块钱不给你？你先起来再说，先起来再说。我不行，你给我两千零花钱。你弄啥呀你？我跟你说，妈呀，要打我呀！你揍我了你？是我傻呀你？你这样出来，他妈不得揍死我吗？赶紧给我两块钱，快！起来，你起来，我再给你。你不给，走！你不给，你傻呀？你搞啥呀你是？妈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喂！你的妈呀！你干啥呀？你还打我？你看给我按到谁车上打呀？我吓死我打你啊！你给不给钱？给两千块，你不给我还狠！妈，赶紧出来！别干这样！我真是服你！我不要你跟出来，你别跟出来啊！两千，给我就这些！快，我起来！我你我。啊！不是进去，我说你别吭气，听见吗？我不吭气了，我贼可厌世。脸上就说你扳倒啊，可爱啊！啊，扳倒。走。还有两千。妈。妈呀。妈。某人。啊？某个甲。某个甲。妈。哎呀，完了。妈。给家了吧，肯定给家呀，肯定是某个家，要是给家了早都给门开开呀。某个家，走，赶紧回家啊。你这会儿你跑不回家我滚到这儿，快点。我趴着，哎呀，砸我裤子呢，谁给我砸我裤子？哎呀，丈母娘的，某个家了，说着啊，欠了呀，欠了呀，哎呀，我欠了呀，完了，不打算。我找你一天天的啊，你搁这想法我整我啊，你还跟着整我嘞，你死！别打我中了啊！到丈母娘家，你还想整疼我？整疼我！别砸雨水啊！不行，再叫你管住嘴，都管住嘴！ Lady Go！ 你们傻呀！妈，你咋回来呀？你搞啥名堂的？哎，还有狗！啥名堂的？哎。我来看看你妈给你拿点东西，她不愿意，她不愿意啊！走，她不愿意，她要打我，哎呦，我动我死她！不要。